好，起立。老师好。好，坐下。在座的同学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字是方块，对不对？对。其实每一个字，特别到了我们现在高级。来自新西兰的参赛选手冷山和来自卢森堡的参赛选手亚历山大一同走进大理一中课堂。感受不一样的课堂氛围，与一中学子同上一堂课，共建一座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老乡。我非常喜欢这个学校。我没有想到一个学校可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然后它的建筑就是非常的美，就仿佛一个宫苑，非常喜欢。有鼓楼，有魅力，环境很好，我很喜欢这里。这个学校中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读书扬起，敬业乐群。这里的学生都很热情，很友好，老师也很有才华。给我送一个礼物。虽然今天课上有些没有听得懂他们说的东西，但是他们也很友好，他们给我们唱几首歌，然后我们玩了一个小游戏。今天班里的学生都是我的朋友，我希望跟他们聊天，提高我的中文。在今天的课堂，我了解了更多文化，也体验到了很多中国的艺术，就是非常漂亮。中国这边的学生，他们是非常友好的，他们给我叫这么长他们的小哥，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了。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学生们给我们叫一些梗。第一个是老田666，第二个是 YYDS， 第三个是绝绝子。